Hello Hello， 永麦永麦啊，咱们是节点发育还是高？喂，小子，谁让你跟我女朋友穿的情侣装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来者不善啊！不是兄弟，你女朋友啥意思啊？干嘛跟我穿情侣装？别废话，快把衣服脱下来给我。你自己不会买啊？我要是有钱买，还会跟你要？你没钱啊？那就没办法了。溜了。队友被打了，宝贝儿，快跑，咱们去开神龙走。他们追上来了。先别点，等我一下啊！宝贝，你怎么不等一下而好啊？谁让他故意跟你穿情侣装的？像他这样的下头男，我见多了，就喜欢找别人女朋友 CP 弟弟。宝贝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闭嘴！你再替他说话，我们就分手。我真的是醉了，幸好复活卡还在。复活之后，这个男的就时不时地往我身上扔雷。真是忍无可忍了。兄弟啊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咋了？这路你家收的？我扔雷关你啥事？又没扔你。你什么你？不服你咬我呀。不是，三号你干啥呀？你叫什么？你自己往雷上撞的，怪谁啊你？喂，你不许扶他，你要是敢扶他，我们就分手。我去，你愣着干啥呢？赶快过来给我挡子弹啊！我要是掉分了，你就死定了。跟你说话呢，你聋了呀？你再不过来，我们就分手。那就分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早就受够你了，凭什么我要任你支配啊？我又不是你的玩具，你不是要分手吗？那就分啊！他妈的，都怪你！你有本事就单挑，当老子面挑拨离间算什么？人渣，女人是用来宠的，不是用来伤害的。整天就知道威胁自己女朋友，你算什么男人？老马，这怎么到处都是开小号的战神啊？有了，既然都开小号炸鱼塘，那我也来。这次我还就不信了，吃不了鸡啊！真他妈晦气，竟然遇到一个小学生。没事的，宝宝，这把我带飞。喂，二号，叫声爸爸，带你吃鸡。这俩人指定有那个大病吧？你这个二号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给本公主挡子弹吗？还不赶快来救我。对不起，我马上救你。对，那个哥哥，你能把空投武器给我吗？行吧，给你。谢谢哥哥。没事啊，不用客气啊。三级套你要吗？不用了。给你的空投武器。不错嘛，真是条乖狗狗。那我先走了。不过本公主要的三级套呢？我抢不到啊！呸！喂，算了，老公。好的，老公，既然我老公都这么说了，那你还不快滚？他们真的太过分了！你们别太过分了！要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穿的跟个要饭的似的。狗男好偷管闲事，我是你爹。你什么你啊？再张嘴放屁啊，我就补了你。小弟弟，你想怎么处置他们？我，哥哥，要不放了他们吧？我没事的。我本以为他会选择报仇，没想到却选择了救赎。对不起啊，哥哥，我妈妈教我不能做坏小孩，她说要乐于帮助别人，这样善良的孩子妈妈才会喜欢。现在我才明白，原来善良也可以传递。当新来的校长申请加我好友时，事情是这样的：今天刚写完作业，正准备去打把游戏，突然收到了一个好友申请。有人加好友？新来的校长，他叫我干啥？
难道是大前天的下午的第二节课的语文课上偷偷吃辣条被发现了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会让我叫家长吧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先加了再说。哎，校长好。好好，早就听说咱们学校有个大主播，不仅学习好，打游戏更厉害，说的就是你吧？哪有啊，我平时都不打游戏的。不用害怕，打游戏可以锻炼大脑，没什么不好。对了，听说你还没有女朋友是吧？啊？对啊，校长，怎么了？那你觉得我女儿怎么样？我勒个豆，什么情况？校长不会是想把他女儿介绍给我吧？我可听同学说他女儿有300多斤啊。昨天晚上我女儿说她很喜欢你，不如你们交往一下试试看。啊？不是校长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难道是我女儿配不上你吗？少废话，咱俩单挑一把，要是赢了我就不管你们之间的事了，让我女儿自己想办法去追你。但是你要是输了，那你就要跟我女儿在一起。你单挑我还没怕过谁啊。没问题啊，愿赌服输。忘了告诉你，我可是上过无敌战神的。无敌战神又怎样？为了蓉蓉老师，这局我一定要赢。我靠，打这么猛的吗？不得不说啊，新校长还是有点实力的。不过你以为这样就能打得过我吗？ Too young, too simple. 光子，光子啊！马哥，别搞啊，不带这么玩的！快！我可不能输啊！完了，校长怎么都拿24分了？天成同学，放弃吧，你是不可能追上我的。兄弟们，点击爱心为我加油，助我反败为胜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输了。你输了，我拉我女儿进来，希望你能愿赌服输。我，女儿啊，这就是我给你选的男朋友。谢谢同学，蓉蓉老师啊。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当我当老六被小姐姐发现。哎，兄弟们，他没有发现我，看我偷偷贴个车皮吓他一下。哎呀，是小姐姐还是个富婆啊？哎，兄弟们，要停机了，这应该是要去搜物资啊，幸好他没有发现我，他走远了我就下来。我操，完了，被看见了，我这里把武器都没有，难道就要命丧于此了吗？啊，奇怪，我什么时候带了只小熊过来啊？直觉告诉我，这个时候要静观其变。看着还挺可爱的。Hello， 喂，小学生，你不会掉线了吧？连把武器都没有啊？那本姑娘送你一把吧，谁让我心善呢？给你。什么嘛，给枪不给子弹，你这不纯纯上厕所不给纸吗？这让我咋打呀？啊，小熊，我忘记给你留子弹了。啊，枪呢？不会被别人给捡走了吧？哎，算了，还是我来保护你吧。哇，小熊熊啊，给你这把，你还没有上线啊？没事，我先给你背着。啊，完了，来人了！这下看你们怎么追！不得不说，这个小姐姐逃跑还真有一套。兄弟们，就剩前面那俩人了，冲！完了，是
满编队啊！啊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，你要相信自己，我可以的。一枪，两枪，最后一枪，我就知道我可以的。小熊熊，你看我厉不厉？啊，小熊熊，你怎么还没上线啊？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，你不会连不上来了吧？这小姐姐竟然保护了我一整局啊，哎，是时候告诉她真相了。小姐姐，其实我一直都没掉钱。啊，你个渣男，我辛辛苦苦保护你一整局，你却假装掉线来欺骗我的感情。哎呀，你个老六还想偷袭本小爷？楼上的老六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我劝你放下武器赶紧投降啊，要不然啊就别怪我一颗城市棒棒糖直接送你去坐下一班飞机啊。哎，别我投降，别炸我。蓉蓉老师啊，天天同学，我靠，真的是你啊，钟老师啊！天天同学，你寒假作业写完了吗？就来玩游戏，刚才还要送我去坐下一班飞机，咋的？是不是老师给你布置的作业太少了？不是啊，哼，正好最近揭秘模式要重新上线了，你跟我单挑一把。不要吧！放假之后我的手感超级好，你要是赢了，我都听你的；你要是输了，哼哼。寒假作业翻十倍，老师啊，不打行不行啊？不打，不打就是弃权，弃权也算输。来就来，我堂堂拳打南山敬老院，脚踢北海幼儿园的战神选手，还会输？天成同学，你准备好了吗 ？OK 啊，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看我数据，荣老师啊，你输了。哦，我刚才忘记说了，咱们三局两胜。不是吧，荣老师，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！别废话，该活动的最终解释全归我。哦耶，终于打平了！嘿嘿嘿，呀，再来最后一局，我可不会再让你了。3、2、1，开始啊！哎，天成同学，你人呢？跑哪去了？让你耍赖皮！哎呀，荣老师，我赢了2局，你输了。我不服！耶，你凭啥不服啊？炫赌服输啊，荣老师。我，好吧，那你想让我干嘛？真的啥都可以吗？当然了。那我想让你把我的寒假作业抄十遍。张天成，活该你单身。老师怎么生气了？不是啊，兄弟们，我这个要求很过分吗？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兄弟们啊，极寒模式限时回归啊，和以往一样会进入排位飞，海上荣荣老师一起去体验一下啊。首先来到恐龙乐园，会看到多出了一个滑滑梯，肯定是打卡圣地了。还有另外两个地方也会有滑滑梯，附近会出现歪头的小鹿，看着傻傻的，所以叫它傻狍子，没问题吧？需要注意的是啊，在野外出现的小鹿是不会歪头的，靠近就会被吓跑。只有恐龙乐园附近的小鹿才会歪头，并且啊，开枪还能吸引小鹿来你身边。你干嘛呀？来，让我看看。谢谢你哦。
快喊上你的游戏搭子，一起来耍吧。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啊！我要减肥。啊？为啥要减肥啊？天成同学，有人说我胖。哎呀，敢欺负我蓉蓉老师是吧？他怕是不知道矢志怎么写。蓉蓉老师，你告诉我他是谁？是我那个幼儿园大班的小侄子。啊？他说。胖姑姑，给你三级头。你说什么？给你三级头啊？不是这句。胖姑姑，你竟然说我胖？不是啊，姑姑，是我妈妈上次说你胸怀大志，所以我才叫你胖姑姑。姑姑这不叫胖，这叫身材好。姑姑就是胖，上次吃饭，姑姑三口就吃完一头小猪了。我操！谁啊？老师啊，你这身高1.7米，体重91，也不算胖呀，最多就是能吃一点。张天成，美少女的事你少管，我让你监督我减肥，你有问题吗？没有。这次要是不成功，我就送你最新的变形金刚车皮。好的，老师啊，一言为定啊。荣老师啊，快上车啊，都来了。不是啊，我刚才都听到了，我的变形金刚车。怎么样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张天成，你不是说你没充钱吗？粉丝都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了，你的手雷和紫色裤子还有那个什么车皮按键都是充钱获得的。完了，露馅了。妈，你听我狡辩、不是，你听我解释啊。解释个屁，赶紧开游戏，你肯定不止这些皮肤，让小朋友们再帮忙仔细找找。好吧。哈喽王子公主们，大家好，又是我张天成啊。由于上次的视频被你们发现了充钱的证据啊，我又被我老妈拉过来检查了。行了，别哭哭唧唧的，赶快开始，等一下直接发在网上，让粉丝小朋友们再帮忙找找。知道了妈。一级头没有吧？二级头也没有吧？三级头也没有吧？一级棒没有，二级棒没有，三级棒更不可能有。武器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那个也没有，也没有吧？没有，这个没有，更不可能有。妈，我就说我没中钱，你还不信？我操！不给啊！老马，你也针对我是吧？愣着干啥呢？空投里的武器也要看。知道了。嘿嘿，天助我也，法马斯还没出皮肤啊！老妈，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你还不信我，我真没皮肤啊！行吧，那今天就这样。愣着干啥呢？把这个也捡上。好的。完了，我就知道。不是爸，我真的只有这些啊，你要相信我呀。哼，我能信你？粉丝刚才都和我说了，打开你的仓库，让我看看你有多少车币啊。这妈，别看了吧，今天必须看。好的。个十百千，你程程 啊，你今天晚上几点回家吃饭啊？我再见了妈妈，今晚我就要远航。说什么？再见了妈妈，今晚我就要远航。别为我
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真香啊，天使上分的我操呀，什么情况？完了完了，这个三号肯定是个小学生，咱们还穿着氪金衣服，他肯定是要把我们炸了，然后直接穿我们的衣服。应该不会吧，三号你能先把我们扶起来吗？对不起啊哥哥，刚才我想给你们封烟的，结果一不小心扔成手雷了，我这就拉你。没事的，误会而已啊。走吧，咱们先转移啊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上啥车？先把这小学生给杀了再说，省得他乱炸人。哎，你别，人家刚才不是已经道歉了吗？是误会啊。这种小学生的话也能信？能信的话母猪都会飞了。二号，你别撞了，职业选手打比赛都有失误的时候，更何况是我们这种娱乐的。切，也就你这种傻会信小学生啊，你俩在这慢慢玩吧。没事的小弟弟，我带着你啊，得给你压打上咱们进圈。我靠，一号你他妈干啥呢？赶快上啊，就差一枪来了。不是啊哥们儿啊，这就是你说的差一枪啊。你自己猜怪谁啊。喂，那个小学生还愣着干嘛呢？赶快来救人啊。没想到你个小学生还有点用啊，你救他干啥？没看到我快死了吗？先救我啊，我可以把衣服给你穿，快救我啊。我，你个小学生是傻，让你救我你不救，你会不会玩啊？我跟你很熟吗？凭什么我要救你？他打得很好，能带你吃鸡的，为什么不先救他？哥哥，虽然我是小学生，但是我们小学生是不会忘恩负义的，只要哥哥倒了，我就会不顾一切的来救哥哥。谢谢你啊。老子技术这么好，凭什么是你个垃圾活着？凭什么？耶，这是谁啊？真的是张天成。天成哥哥，你能和我玩一局吗？啊，行啊。好耶。这个地方应该都搜完了，走吧，我们去其他地方。好的，天成哥哥。对了，天成哥哥，你是不是喜欢用 M4？ 对啊，怎么了？我刚捡到 M4 了，我跟你换 AK 好吗？还有急救包和医疗箱，这些全部给你。你都给我了，你怎么办啊？没事的，天成哥哥，前面有辆车，你能帮我变个换新粉马莎吗？没问题啊。喜欢吗？喜欢喜欢，我要开着它去玩一会儿。行行行，小心点啊，别遇到敌人了。不好，天成哥哥，他们人太多了，你别过来。没事，别怕，我来救你。一个小学生而已，竟然还有换新回马杀，该不会是偷的吧？不是的，是天成哥哥给我变的。天成哥哥，那个海岛老渣男，原来是渣男张天成啊。天成哥哥才不是渣男。闭嘴，什么时候你说话了？再不老实老子打死你。天成哥哥好厉害，你可以教教我吗？好啊，下次教你啊。小子别嘚瑟，我已经叫我爸全网封杀你了，你完了，我告诉你，看你还能有几个。我丢，这张天成，你知道张天成吗？啊，是我是我，你好啊。我丢，我终于遇到活的了，我是你的粉丝啊。你的每一集视频我都给你点赞评论，我爱死你和荣老师了。啊，谢谢你喜欢我。荣老师呢？没和你一起玩吗？荣老师今天有课啊，要到晚上才能一起玩。那我能加你好友吗？可以跟我一起玩吗？可以啊，这局结束后我加你啊。 OK OK， 我要录屏，把他搬进行李箱呀。
啊？是你炸的我？啊，我认错了，我怕你危险，想给你放个烟的。这样啊，没事啊，幸亏现在啊队友之间无法伤害了，除非周围有敌人啊才能对队友造成伤害。哦，谢谢天成哥哥，你太好了。没事没事，下次注意一点就好了。哦。对啊，你干嘛？为啥要炸我？切，炸你还需要理由吗？老子就是故意的，兄弟们，看到没？直接拿你千万主播张天成。你在直播？直播？哼，我录个视频发到网上，我就火了。你视频录完了吧？你能扶我起来了吗？你想啥呢？就你起来？你自己在这自生自灭吧，傻。幸亏我有自救器。兄弟们，等下看我怎么制裁他。队友队友啊，上车，我带你进去。我靠，算你小子识相，你再送个豪华手册，我就考虑一下视频要不要发到网上。哎呀，不就是手册吗？送，要不要再送你两套新出的军靴啊？哟，为了不让我发视频，你挺舍得啊。哎，你往哪开呢？进圈啊！你进独立干嘛？我没要了。啊，我就是在进圈啊。我操你！你是故意的吧？走。赶快救我，不然我就把视频发出去。哎，发就发呗，你看看我的粉丝信你还是信我。堂堂千万主播就这么小气，不就炸了你一下吗？你至于这样对我吗？哎呦，你还叫上了，你也别说我小气啊。得，龙腾战车给你了，还有药你自己起来进圈吧，我先走了。张天成，我操，滚。张天成，你不是说这次考试 so easy 吗？怎么这么简单的题都能错？我不喜欢这道题，故意做错的不行啊。那这些呢？这个，别说了，你去把这张数学公式大全抄一百遍。我靠！我勒个蛋，这么多，抄一百遍我手都要残了吧？那个熊老师啊，我突然有点头疼啊。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，头疼也要抄，万一你期末成绩不好怎么办？那你还不是没好好练枪？胡说，我每天都练枪到凌晨的。我不信，上号检查。检查就检查，哼，看好了。四发子弹，一枪没中。你这枪法，我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吧？熊老师，我教你的压枪秘籍呢，背会没？讲两句来听听。别笑。这个那个，手别僵，慢压枪，看清目标不要慌，排排站，吃子弹，一发一个，倒霉蛋。我勒个豆，人才呀！这谁教你的？自学成才，怎么不行吗？切，算了算了，熊老师啊，你要上战神，首先要学的就是压枪。哦，我操！那压枪秘籍2.0已经发给你了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啊，柔柔老师啊。1.0秘籍就10个字，这2.0怎么这么多啊？天成同学，老师不练行不行啊？不行，而且鉴于你偷懒，我要罚你在特训场下 MS 打靶心500次。不要啊，天成同学。嗯？哎呀，我的手好像抽筋了。抽筋了，今天你也要压完。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